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生之计在于前。讲一串故事给你听，故事给你听。有志就在少年行，就在少年行。要问知识哪里来呀、啊？知识哪里来？蜀山有路勤为径，勤为径，勤为笨鸟先入林，笨鸟先入林。青袍骏马齐飞腾，哦，骏马齐飞腾。勤学同心天智慧，天涯天智慧。奇思头脑变聪明，哦，头脑变聪明。一日之计在于晨呀，一生之计在于勤呀。勤奋的少年知多少，古往今来数不清。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柳公权借交成名。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，他的字结构严谨，苍劲挺拔，自成一家，被称作柳体。不过真正让他走上大书法家道路的，竟是一位没有手的老人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。这是谁的字？这个孩子写的字太棒了。我宣布这次儿童书法比赛的第一名是柳公权。哎呦，我就知道我的书法会得第一，你们的书法哪能和我比呀？这孩子太骄傲了。公权，不许胡闹。我就是写得好嘛，玩去喽。哼，等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哦，我赢喽！快趴下，我要骑马了。哎呦，等等、我也要玩。我们不带你玩。对，他总是以为他了不起。带我玩吧，多个人多匹马呢。那你不许耍赖，输了就得当马让我们骑。好吧，石头剪子布，哈哈，我赢了。快趴下，让我骑。驾驾，骑马喽，骑马喽！该咱们两个了，来吧，石头剪子布，快趴下当马吧。不，你又要耍赖！不许耍赖！不许耍赖！我是书法第一名，不能给你们这些笨蛋当马骑。有本事咱们比写字啊！用来这套，谁怕你？比就比，有胆量，来吧！加油，好好写，一定要超过他。哼，你写的这也叫字？还是看我的吧。怎么样啊，我可是书法第一名呢。老头，你笑什么？我想你的字也不怎么样。啊，你一个卖豆腐的懂什么书法？我不懂，可我知道城里有个卖字老人，用脚写的字都比你写的好。胡说，哪有用脚写的啊，他没有双臂，所以用脚写字，在城里很有名，不信你自己去看吧。听到了吧，人家用脚写都比你写的好。哼，我不相信。糖葫芦，又香又甜的糖葫芦。奶奶，我买一串糖葫芦。哎，好嘞。小姑娘，很甜吧？嗯。老奶奶，这城里有一个用脚写字的老爷爷吗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要和那个老爷爷比试书法。哼，就凭你？我怎么了？那老头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是书法第一名。
我还是书法第一名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争了，她就是无臂老人的孙女，要比书法让她带你去吧。哎，来，先吃根糖葫芦。不，等我赢了那老头再回来吃。那你就吃不着糖葫芦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有人要和你比试书法。是谁要和我比试书法呀？啊，我柳公权。哦，这孩子真有胆量。我是第一名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第一名，好啊好啊，年少有为啊，还是不要比了吧。啊，为什么呀爷爷？怎么样，不敢比了吧？写字是为了修身养性，陶冶情操，不是为了比赛的。永远不要说自己是第一，学无止境啊。对，不敢比就是不敢比，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大道理呢？啊，爷爷，难道你真的被他吓住了吗？爷爷，你就和他比比吧，求求你了。好吧，我就送他两个字吧。哦，怎么样，还敢比吗？敢？你以为我怕了吗？哼，看我的。写完了。啊，你的字结构太散，用笔无力，看来功力还不够啊。这张不算，我再写一张。哎，一张不如一张，写字可不能赌气呀。孩子，不要写了，写字不是一日之功啊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，爷爷，我知道。哦，戒骄。公权，公权，啊！原来你在这儿，你知道你犯什么错了吗？父亲，孩儿知道。把手伸过来。父亲，孩儿以前是太骄傲了，今后一定改正。那好，这次先记上，如以后再骄傲，加倍受罚。从此以后，柳公权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，勤奋练字，虚心学习，终于成为书法大家。认识他的人都说，柳公权不但书法好，做人也谦虚平易，这才是真正的书法家。